站住！你们这群小仓鼠，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我给你追来了，你们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脑子一片空白。我也是。站住！我就知道你们看不住我。吴经理要追上来了！站住！快躲起来啊！站住！明明看见仓鼠们跑到这里来的，怎么不见了？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！小仓鼠们，你们在哪里呀？跟我回去做仓鼠罐头吧。笨鸟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可恶，仓鼠们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小心别给我抓到。小仓鼠们出来了。猪油蛋快出来吧，胡经理走远了，我们赶紧回仓鼠乐园去。好好吃啊。如果哈皮蛋在就好了，在危险关头他总是能想到办法脱险的。都怪你把哈皮蛋弄伤。哥，起床了，天亮啦。你们跟哈皮蛋相差太远了，刚才躲起来的时候还差点被胡经理发现，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猪头搭档，只好等哈皮蛋痊愈后才能来果园了，我可不想被胡经理抓到。小糖蛋，你说谁是猪头搭档呀？经理蛋，他说我们两个是猪头搭档啊。经理蛋，有什么事吗？猪油蛋，我们一起去修行吧。修行？为什么要修行啊？你没听到小糖蛋怎么说我们的吗？猪头搭档。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吗？会吗？哎呀，对了，我叫猪油蛋，你叫建立蛋，为什么不叫猪建搭档或者猪力搭档呢？你这个猪头，我们不是什么猪头搭档，要做就做黄金搭档。黄金搭档，好拉风的名字啊。来吧，我们必须赶紧修行，合力打败胡经理，挽回面子。我说为什么要穿上这种练功服啊？正所谓，不知是高手造就了练功服，还是练功服造就了高手。不知道就去问问别人吧。想要打败胡经理，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机智。不过看你这个样子，机智倒是不行了，所以你要锻炼你的肌肉才能打败胡经理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爬上这座山。我不行了，我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我已经半分钟没有吃东西了。再坚持一下，要知道我们每向前一步，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啊！所以，快爬呀！想要打败胡经理，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机智。体魄已经锻炼过了，现在我们锻炼机智吧。怎么练？我们是黄金搭档，当然要懂得运用机智，分工合作了。我们其中一个引开胡经理的注意，另一个就要趁机偷袭。我们开始练习吧。胡经理，看招！哎，胡经理！可恶啊，都好几天了，怎么一只仓鼠都没看到？
史莉克，醒醒啊，醒醒啊！啊，有仓鼠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就不要吵醒我。哎呦，我说大哥，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这样，我呢就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等着仓鼠们送上门，而你呢则轻轻松松的到处去看看有没有仓鼠的行踪，我们双剑合璧才是上策。好主意，我马上去找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嗯，这个笨蛋。准备好了吗？要引狐经理出来，我们已经今非昔比了。嗯，经过艰苦的修行，这次一定要打败狐经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狐经理，快出来，我们要向你挑战。这次一定打败你。好辛苦啊，我走不动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看来狐经理一定不在这里，我们去其他地方吧。来自仓鼠乐园的健力带，猪油蛋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我也是，前来教训邪恶的坏蛋，我也是。这个史莉克睡得这么死，为的我们还做得这么辛苦。是啊，真是浪费表情。出手吧。史莉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史莉克，你就大声叫吧，最好把狐精灵引来，再一起收拾他。没错。小仓鼠，如果你们把我放下来，我可以大发慈悲，既往不咎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我们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呢。健力蛋，看来我们的修行真的很有效，一定可以打败狐精灵的。你们想要打败我吗？胡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虽然我刚才浴血奋战，勇猛无敌，却还是不小心着了仓鼠的道。你快来救救我呀。闭嘴。胡经理，这次我们绝对不会逃的。是吗？想逃也没用，这次可没那么好运了。猪油蛋。来自仓鼠乐园的健力蛋。猪油蛋，我是正义的使者。我也是。前来教训邪恶的坏蛋。我也是。我们就是黄金搭档。姿势摆得不错，但都是花架，你们可没那么好运喽。胡经理，小心左边。胡经理是大笨蛋，大笨蛋。可恶，竟敢叫我笨蛋。小心后边。你们两个想偷袭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别怕。怎么回事啊，居然不成功。哈皮蛋也是这样用机制去对付狐精灵的呀。原来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这下糟了。别怕了，仓鼠们，黑板大爷再玩玩吧，黄金搭档。你们别过来呀、别过来呀、别哎呀！哎呦，出事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们刚才在上台都看到了，健力蛋、猪油蛋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竟然打败了狐经理。虽然这次鲁莽了一点，但是你们两个都很勇敢。你们好棒啊！那是当然了，因为我们就是来自仓鼠乐园的健力蛋、猪油蛋，我是正义的使者，我也是，前来教训邪恶的坏蛋、我也是、我们就是黄金搭档。
往永远的火车出发了，彩虹映照着追不行的快乐。